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辣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最后就是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现在游玩的游戏是《古剑奇谭三》，现在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啊？我忘记那个名字了，反正就要去施展一个阵。那个方向是慈幼房，你去吧，我自己往上。殷时君，我和他一起，你不必分心，务必小心。妙啊！蓝星大人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如此下去，大阵必将崩溃。可是您，剑还是不行，先把大人送走。是很酷的意思吗？还有敌人吗？有，还有，这么跳过。你走。这是谁来了？走近点，你走近点。
想什么？天性封印起来，当个人，怎么会有这样傻的辟邪？当人有什么意思？王辟邪的力量可是好东西，穿梭天地，往来无拘。不如我们合作吧。拒绝我，反正你也怨恨辟邪族，难道不想看见他们遭报应？天禄城失去了王，又正值群魔有变，你只要帮我拔出眼前那柄剑，这儿就失手了。到时候众魔降临，留在魔域也好，去人界逍遥也好，我都奉你为主，如何？去，把剑给我拔出来。什么好犹豫的？来，交给我，把它交给我。对，拿过来，放到我的手上。你，给我仔细听着。我和辟邪的仇怨是我们之间的事，要报仇要血恨都轮不到旁人废话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窥视我的想法？你
弱小，知不知道，我就喜欢把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强者踩在脚下。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，杀了你！你醒了，大阵。别担心，已经没事了。你且歇着，既然能这么快醒过来，应该是无碍了。只不过之前消耗过大，得休养几日。我想见霓裳。那我去找他，正好也把你醒来的消息告诉他们，大家都很担心你呢。北洛大人，您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你的眼睛怎么了？被魔族弄伤的，不过晴雪大人已经帮我治好了，就是还不太能见光，得遮一下。北洛大人，这回我也杀了一只魔呢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行了吧，你到大人面前炫耀什么？大人可是杀死了一只高阶心魔。这当然不能比，我就说说嘛。你很厉害了，
走了，不要一直打扰大人。哦，好。韦洛大人再见。有晴雪姑娘这样的医师在，真是太好了。有太多奇异有趣的地方了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正要去离火殿。小伤。你的伤好治，妖力使用过度，却是一时半刻恢复不了。就是。这种情况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，没想到啊，竟然混进了一只高阶心魔。心魔之长不在武力，而是有他们特殊之处。那两名战士正是因为担忧蓝象，心神慌乱，才给了他可趁之机。幸好被你斩杀。也是正巧王剑在手，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的力量恐怕没办法长久支持大阵。如今王剑中的力量消耗得很快，加上一些魔族不明原因的异变，种种情况都不乐观。你想完全觉醒妖力也不是朝夕可就，除非有其他外力加固大阵。说到这个，当初构建阵法的辟邪还在吗？天禄城虽是妖族的一座城池，但是当初替我们建立大阵的却是一个人。人族。嗯，一位在古时候曾经与辟邪共同抗击魔族的前辈，在人界他被称为轩辕皇帝。假如有什么能够加固大阵的方法，也只会来自皇帝后人。可是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久，对辟邪而言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人族更是百代千秋，只怕故人渺茫。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离我族最后一次和皇帝的一支血脉相见也已经过去了400多年，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之中就无人再研习阵法之术了。这个事我听玄哥大人提到过，当初好像还互相留下了信物。只要他们血脉不绝，循着那里面的灵力就可以找到另一份信物。把那玩意儿给我，我去人界。接下来就要筹备即位大典，你是新王。这事有护城大阵重要，左右我留在这里也是闲的，再有什么魔族来袭我也没妖力去为天禄了。皇上。你们各忙各的，我对人界最熟，跑一趟死马当活马医。这也决定得太仓促了吧。活着不就是仓促，哪里由得了你我。就这么定了，准备准备，午后启程。哎，大人，北洛大人，王上。刚才北洛讲的一句话，他说活着不就是仓促吗？哎好有感触哦，当了上班族真的很仓促呢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田鼠今天还没有去找他，等一下要出现吧。然后我觉得古剑三目前给我的感觉啊，它不像侠之道这样子，它主角对于周遭的情感是都不会讲任何话的，他就是默默看着。然后说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人啊，我自己啊，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子的人，
就是他其实嘴巴上不会说，但是他行动会做，也会去关心。好，其实傲娇啦，想去新商城看看，但我就喜欢这种人。那个光团，哎，对对对，就是我。上回得罪了一个脾气大的辟邪，被塞进那个罐子里，我都以为自己死定了，还好有您出手相救。看你这架势，是在做生意。嘿嘿，我是个商人。您可以把手头的无用之物置换给我，我爱钱，向来童叟无欺。原来是爱钱呐、啊，哦。爱钱你好，下品的定痛散。耐过。这个我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好，先这样，走。云无月，你之前说会帮我，还作数吗？嗯，我答应过玄哥。我们去人界吧，去找轩辕皇帝的后人，也说不定还能遇上别的什么。玄哥，你可给我找了个大麻烦。主任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这枚回音符你务必要收好，其中留有历代辟邪王的一点妖力，与天禄城大阵乃至整个光明也相连。你在人界以之为桥，就能够联络我们。若是天禄城的情形发生极大的变化，回音符也会有它的反应。我明白了。哎，要不是眼下情势紧张，我该一起去的。我对人界也很熟啊，都怪蓝象的家伙碰了王剑，现在还不就得躺在床上哼哼，害我们折损战力啊。不过有您在，自然也是稳妥的。走了，祝您顺利。听说北洛大人得到了玄哥大人的一部分妖力，那……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但注入王剑的其实是北洛自己的力量。即便没有真正觉醒血脉之力，经年累月下妖力亦会有所积累，只是这一次对抗心魔之后已经所剩无几了。他昏迷时我曾略微探查过，玄哥的妖力不知为什么融合的极其缓慢。既然可以支撑王剑，那北洛大人怎么还是没能完全觉醒？或许他下意识的在排斥这件事吧。排斥？北洛的事情玄哥没有跟我说过太多，可他毕竟在人界过了那么多年，对忽然降临的这一切又何来认同。他虽然答应了玄哥，但也许在心里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过客吧。看样子他们说的那个岑家就在这儿了，我去打听打听这是人家的哪里，然后你自己想办法回栖霞，顺便帮我捎封信放在方人馆的门口。不回去，去了主任正好可以甩开我，我要和你一起。人不是有种叫驿站的地方吗？你把信放到那边让他们去送好了。哎呀呀，这也被你猜到了，那我再换个。
行也是行，立也是行，坐也是行，卧也是行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鱼。聪明，给你个果子。咱们再来猜个字谜。何可废也，以羊易之，是什么呀？是羊。聪明，也给你个果子。谢谢岑爷爷。再来一个。上无半片之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腰间挂着一个葫芦，倒有些阴阳之气。是卜字。不错不错，等下也给你个果子。请问您就是岑府的老爷子吗？我并非来猜谜的，只是有些问题想请教您。不是来玩的，那你走开，我没空同生人闲聊。那老爷子要怎样才能有空？想搭话，先来玩上几盘，哄得老人家开心了，再看要不要理你。行。哦，你也会玩这个？以前住的地方有些人喜欢，我在一旁看过。哈哈，可没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哦，轩辕剑七是逐鹿棋啊，古剑奇谭三啊是打牌啊，啊打牌才是本底啊。分为春夏秋冬，是不是？我靠，感觉我就好，然后嘞，来来来，玩两局。不是吧？我要怎么用？这样子吗？哦，凑凑就对了。啊，我怎么那么高分啊？图书哎、欸。哦，这要搭配就对了。OK， 他会自己帮我配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输了。啊，其实我看不太懂。啊，啊，我在玩什么？我其实不知道，是选一样的吗？巫山鹿草阿鸾，啊，太难了吧！欧阳少恭这个，我不能按啊。暗能语。我就被打趴了、欸。哦，这是有配对，是在里面配对，对对的。哦，我、哦、看懂了。但是抽卡要抽在一起的才有。哦，好，大概懂了。玩两局。然后胜败拿兵将尝试，为什么这在《古剑奇谭三》也看得到这个这句话了？我就是乱按的，我怎么一下可以那么快？不合理吧？好，珍惜卡赢了之后得到珍惜卡。哦，我可以抽牌组啊！啊，要赢三场。玩两局。哦吼吼 ，OK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能耐下性子陪陪老人家喽。以前还有青岩和小英子。哎，你说有事想问我？既然你赢了三局，那就回答你三个问题吧。请问，
您见过这个吗？见过，差不多的一块，如今由我的长子收着。这么说，你祖上也是岑家的故交了？不知岑家可还有人研习阵法之术？哎，哪还有谁会学呀？哦不，我的乖孙女儿倒是翻了些残卷出来看，但她看懂了几分，我是真不知道。那请问，您的孙女眼下在何处？你找她做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谁敢对小英子有歪念头？您别误会，只是故人有急，想请懂得宣扬皇帝阵法之术的人帮个忙。仔细瞧瞧，小伙子面相倒还可以，身姿也是挺拔，要是把你配给小英子，总好过让他成天跟那些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混在一块儿。谢谢您的抬爱，我和他恐怕不配。为啥？在下已是300岁有余。一本正经胡说八道，还是我看起来傻？长成这样300多岁，难不成吃了仙丹，还是修了什么大道？来来来，和我说说，这漫天神佛，你修的是哪个路子？只修我自己。这又怎么说？仙人有云，佛是虚名，道义妄利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对我老人家的胃口。不妨告诉你，小英子她呀，接到那什么博物学会的传书就离家了，说是要去湖水那边。湖水是鄢陵南面的一条河，你要有本事，自己找过去吧。多谢。不谢不谢，这是你自个儿赢来的。客人买花吗？哟，这仙子一样的姑娘，来，这朵花送给你。谢谢。您再瞧瞧，可有什么其他想买的？你喜欢花？嗯，每种都拿2朵。那给您算个整，100文好了。您看，是不是可以先把钱给了？你没有？在人间买东西，不是你付钱吗？木头、石头，这是草根？雨林给我带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这个是金的？是金的吧？给我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银器啊？可别糊弄我。得想办法挣点钱。湖水离此地不远不近，我的速度虽快，却不能带着你。辟邪王族本应拥有穿过空间的能力，但你妖力微弱。这个略过。而且长途的空间穿越，最好设法明确大致的方位，譬如岑家和辟邪交换信物那样，如今却没有这个条件。主人，别烦恼，我可以带你们去。你？对，我可以变大，然后飞起来，主人坐在我的背上。如此最好。喂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同意。那么有其他更好的办法？主人，是要走了吗？好，看我的。
有没受伤啊？我说你也太不可靠了吧。嗯，不是的，主人，我看到下面有人影，想飞近点，结果一靠近就觉得头晕。嗯，这地方好奇怪啊。去看看，你留在这里休息。没事，我精帅，哪那么容易受伤？我要一起去。我觉得好可爱哦。这边好像迷宫很多个。敌人那么多，跟剑。好，晚安，拜拜。好，我差不多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啊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《古剑奇谭3》的游戏剧情啊。那估计要破完这个游戏，应该还要花一大段时间哈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子啊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